好吧，行，随便带吧，我也不知道带啥技能，好吧。感谢那大哥刷的礼物，别刷了，别刷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别刷礼物了，看直播就行，咱们随便玩的，随便玩。你说放第一位拿鲨鱼，没事兄弟，随便搞，兄弟随便搞，自闭完没事兄弟。这任务忍者，任务忍者，你管他那么多呢，肯定是输，这是百分之百，咱都知道结果，但是咱不在乎，对吧兄弟？又不一穿了，估计对面要穿咱们兄弟们。凉了，三代连体人根本就不往下掉，大家知道吗？必输组合，这不是必输不必输的事好吗，大哥好吗？你信不信我木叶丸戳死对面三代兄弟们啊？你信不信我戳死他兄弟们？你们看不起我木叶丸，这对我木叶丸不尊重啊，老丁。时间到，看到没兄弟？我木叶丸整他那么多血呢，对我木叶丸不尊重，这是不行啊！这是我没有认真，认真肯定就把他干废了，就对吧，兄弟们？